但是我今天没带神奇小工具。啊，这个就不搭了。我要。啊。我要。不能搭。我要。这个甲虫目前我还不知道它的属性，我往回家查查那个资料吧。养不了它，我也不想杀它。怎么？就跟它玩一下就行了呗。哇，真的是你啊！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太棒了太棒了！你是我的神！来来来，换那车嘞！大哥，然后一看是只母的。不管是公的母的，反正是已经 有所突破了。轻轻的拨它。哇，我们这个运气太好了！轻一点轻一点，抓住它一条腿。Let's see.好深的洞啊！用小树枝，用小树枝。哎，他要回去了。哎，想出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爸爸怎么搞？来吧，求求你了，不要逃掉啊！要是逃掉了，我就真的哭死了，好吧，爸爸。加油，成功了，快去！大魔王，来来来，这个战利品，这个胜过100万了，来。给我一个亿，我都不卖。终于被我们找到了。传说中的他有没有受伤？看看他有哪里受伤吗？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疤，并且牙比刚才我找到的那块尸体更大。这个
说刚才找到那块尸体。哇，这个大的哈，这个大家伙啊，去养一段时间，然后放掉。我这个是不会放的。你要养，要么就放放掉了嘛。这不放我就不觉得了。哇塞，这个东西在哪？太酷了！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野生的翘甲虫啊！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想不到真的有大翘甲。多么完美的钩爪，多么完美的爪子，多么完美的素眼啊，多么大的上颚啊，多么大的身体。我还以为我一个暑假都找不到他的，找不到这么好找。也不太容易吧，我们看了很多棵树了好吧，做了那么多，至少找了100棵树。每棵树的时候我们都发了个病。因为这棵树比较明显，对吧？这棵树你看，它好几个洞。现在里面还有它的幼虫。它现在还是幼虫。幼虫，它真的是幼虫。幼虫捞不出来了，捞不出来，没有工具捞不出来。刚才在地上看到一个跳甲蛹，哦，就是那个。说明还有，但是我们也要每年的年才能。对呀，好，走。但是我可没有那么善良。今天的收获可以了，走吧。看到他们有一个组织啊，叫大城小虫的，他们说在这里找到的，对吧？西东来公园，没想到我们过来找，哎，真找到了。